我支多军兵总部队，全体系、全要素展开，进行联合风控、对海突击、对陆打击、制空作战等多科目针对性演练和精导武器的实弹射击，全面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部队联合作战能力，做好应对一切危机事态的准备。我们正告那些心怀不轨的篡台人员。 和台独分子，东部战区部队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击一切挑衅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